사자처럼 맴돌가 기회를 노려 내 맘 뺏은 너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我是小飞牙，我是 Sandy， 吃遍波斯一百天餐厅第36期，六六六，我们今天吃的是家乡海鲜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很紫吧，因为是妹妹说直升很有韵味，但不知道。他是谁？我们今天点的还蛮丰盛的，一个头台，五道菜，今天下了重本。但其实好像跟平常花的钱其实也没差。对，可是啊，我觉得分量还行啦。看起来都是他的头台吧，炸大肠。一路回来我已经尝了。这个是什么酱啊？红红的。甜的。对啊。这个酱我已经吃过无数次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，那我更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它清理的蛮干净，没有那种异味。这个我可以给一个6分。哎，分量挺实在的，我看菜单是15块多，而且它每一块都还蛮大的，我觉得就切的蛮大，它不像有一些炸大肠，他们就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。而且那些可能是喜欢酥脆口感很薄的那种小伙伴也喜欢的，但是这种就会里面比较厚一点，然后比较糯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也能给个6分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也可以给个6分，他及格了。还会送那个萝卜给你哦。每次去吃粤菜，我超爱吃他的这个萝卜。哦，还会做羊排吗？哎，他这羊排好像蛮贵的，他这羊排有35块多。那稍微柴了点，有点干了。这个没有很出奇，我觉得不大行哎。对，羊肉味也没有很重。因为它中间这边，其实它煎的非常的熟，然后就有全干的感觉。给个3分吧，真的太普通了，真的自己回来煎都比它好吃。它没有很香的那种羊味的骚，爱吃羊肉但不爱骚味的人。可是干嘛要吃它？快接近40刀哎！虽然说我能理解它那个物价飞涨了，但是我是不太会点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骚味的羊肉。出去老外超市买个羊架回来，其实差不多价格，但是你就煎一下，煎熟总会吧，就放点盐巴就可以，就完全很香了。4分吧，它没有说柴到我咬不动。它还是算是新鲜的啦，但是有还是有嚼劲的。但是我觉得我平常比如说自己在家煎，或者是去哪里去烧烤也好，它任何的它都咬进去都会很有汁水出来。它这个就还蛮干的里面，但它又不是那种像鸡肉一样柴的那种口感。应该只会给3分，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调味。我们都算是非常爱吃羊架的人，但是这个真的好。失望，说的试试鱼扣，好淡的味道，没什么味道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味道。可是它刚刚闻着挺香的呀。对，而且它可能是不是酱汁都滑下面去了？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它这个鱼扣的那个分量跟金元比好少啊。9环，味道还比鱼扣明显一点。泡的酱汁的都没什么味道，它鱼扣新鲜，但是整个菜没有什么太出色的地方，3分吧也。对，我也是3分，我觉得我又会因为会点的话，就是这个9环。我还会给一下，但是这个鱼肉是真的没有什么。我应该给它3分了。它为什么味道不能炒重一点呢？师傅口味比较淡，师傅没加盐。琵琶豆腐，我刚刚一开始以为是咸蛋黄焗什么的，它的口感蛮不像豆腐的。它里面好绵密哦，它有酿虾肉吧？对，虾，有虾肉。我觉得还行，它这个口感我蛮喜欢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沾这个酱，它这个酱也很淡，就纯属就靠这个酱稍微有点味道。但是它虾肉其实很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它整家店的口味偏淡，偏淡了，真的很淡。它应该有加点淀粉进去吧，要不然它不可能那么黏在一起。对，说法来说没有说不好吃，但是就是有点淡，就是5分吧。加分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它的口感，我还挺喜欢它的口感，但是味道是真的给不出什么分，因为它真的没什么味道。给个4分，它的口感是挺特别，但是它真的，我又要说那句话，没有味道。我身为一个广东人，为什么我平时不怎么爱去吃粤菜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感觉他们做什么都好像没什么味道。我们俩都是属于假的广东人，我们都很爱吃很辣的。我也给个4分吧，因为我自己点，给自己点面子。对，最心爱的鸭舌，它鸭舌好黑呀、啊。它感觉挺软焦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蛋白太久的原因，味道上来说还行啊。它味道应该是这几个。最明显的，对，我感觉它其实本身炸的也没有说很脆，对，冲这个味道是可以打6分，它是跟外面我们平常吃那个鸭舌差不多。但口感这种东西嘛，就现场吃见仁见智，就大概综合一下，给它个6分吧。最起码它的味道真的是在水平线上。它如果口感好的话，我可以给7分了。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刚炸出来酥脆的那种，给它扣个0.5吧，给它个6.5分吧。6分嘛，它就是正常的那个水平啊。高原白放鱼，我觉得咸度是够的，
它还是脆的啦，只是稍微有一丢丢软。它这个椒盐在线，它椒盐有在线。难道他们家适合吃椒盐系列？没有，他家可能就很适合吃，你基本上去。适合吃什么？一样吧，六点五分吧。我们刚刚给它个六分，而且它分量真的很大。这个菜很划算吃。嗯，我觉得粤菜很少有适合拿回家吃的。基本上没有人会拿回家吃，说真的。整家店给个五分吧，我觉得我的口味，因为我自己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，它所有东西对我来说没有说过咸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味道就刚刚好，要么就是可能淡了一点点，就适合那种大病初愈，或者是口味本身就淡的人去吃的话，吃不了辣的话，我觉得这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但也不是说不好吃啦，也不是就所有的都我都感觉是可以，就是对我们重口味的人来说，就这就是大病初愈的餐。嗯，谁大病初愈吃鸭舌了？给他五分，五点五吧，给五零点五都给我朋友，我的面子只值零点五分。对啊，他自己都说不怎么样了，但不得不说好多炸，我说什么还挺油腻的，这肠反正都是炸的，那大肠啊，这也炸呀，煎的算炸吗？你这就好像在问我吃的算喝的吗？但这家性价比还 OK 啦，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的夸张，130多六道菜这么多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。但是我来美国波士顿第一次吃它，十几年第一次踏足它店里，来波士顿这么久了，只去过它旁边的味中味，对，还差很经常去。你为什么把它推下来啊？因为它挡住我了，就这样。你们这羊架好造孽，它就是一个没有味道的肉。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说自身很有韵味。你怎么先吃个？这里为什么笑呢？因为索菲亚第一次抽到了魔族，我们上网看发现已经倒闭了，所以只能众筹。这是什么神仙体质？他们都没有抽中。哇哦，好像是哎，十秒到。挺不错的，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激情。对，因为我们吃过太多遍了，那就证明他们家是真的好吃。对，好吧，那还是稍微激动一下吧。也不是，今天感谢新爸爸的水冠名播出。那咱们这期就到这里吧，结束吧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加关注哦，拜拜。